孙子，好，你那暴你力那什你么吧。都能玩十发，但你就是不能玩特雷西。我不要刀，我玩要特雷不要西，我愤不要怒阵刀。容呀？三先知。可以，我们也不是训练，他们可以训练。反正都是八八四杀，我知道的，我懂的。八八四杀。是不是啊？是不队是长，啊？一你米八的男艾孩。丽都无界无了。你怎么在打人类排位啊，艾莉？我刚看。啊，模板车没了呀！你们拉我呀，队长拉我人类呀！好哦，怎么排不到人是吧？玩。哦，我来拉你。我都走。这车稳吗？啊？有我在，应该挺稳的吧？哦，车稳吗？我拿鸡不眼说稳，极鸡度不稳，跟你讲。有我在，挺稳的，有我在，我挺稳们的。拿三星制，我们拿三星制，稳然后稳稳稳不就拿是我三厉害，不稳就星制，是他们菜，好吧？你们打头鱼啊？三星制，打三星头制，三星制，愤怒，愤怒，愤怒，对，愤怒！我们三星制。你快往前锋去啊！往前锋吧，可以，我喜欢装枪。不不不。鸟呢？
没有事，喂，找机会救我！不，怎么救啊？没护腕，卡死了，你妹了，先知杨 Sir， 你已经是个死人了，你安心。你卡二名，卡二名，不一定要救他。我的卡，我们走，拿无线就走了。店长，把那个无线锯吃下来，把这个无线锯吃下来。啊！店长，你不吃那个无线锯，我妹了。他不锯我有屁用啊！车犊子，你们这是车犊子，你们都在车犊子，娘也上不上去，啥都上不上去。修不好，小兔子。啊，他没一刀的，再亮亮了之后找不到。亮不了，差多少？差很多。我这台机子过字了。那你为什么死在那台机子上吧？你不死在那边不就好了吗？你老是死在异常机，谁能修出来吗？我不知道他闪现好了呀，你们没跟我说呀。知识的大王剑。知不知道你要带走吗？你吃一刀往小木跑，电机早就修好了。他干啥呢？艾莉要下车了，艾莉说：“你们在搞什么东西？”哦，真的没盖到他，废了，我们也要被厮杀了，朱大师，朱大师，朱大师，完了，黑车，跑一个，队长，往哪跑啊？你告诉我，闪现用掉了吗？闪现过了，就过了。你打车堵着，我没打着，没打着，没打着。这还不是地道，有什么用呢？有什么用呢？在哪里呀？是，黑车，黑车，黑车。我们不要车堵子好不好？车堵子。我们跑一个已经了，我们要跑一个。来来来，现在是分锅大会，分锅大会。第一个死的人是谁？稀饭。好，这把稀饭。你不上吊，我提前五秒说上吊，上吊不上吊？阿怪物，一个我吊给你了，他狙我一个闪现，你们吊着吊着不给我上。第二锅肯定是稀饭的，对吧？你怎么会过？你怎么能让他吃到刀的？他应该一刀都砍不到你，对不对？你车堵子。上吊，你们不能上吊。第二锅电长的，你要上不上去，对吧？电长接锅。第三个锅，第三锅稀饭，反正我没锅。我没锅，我没锅。你还没锅，你死在电机旁边，还没锅。对，稀饭的锅死电机旁边了。没有，那是杨蛇，不是我。你们这是老。你不要给我暴毙啊，稀饭！他闪现交了，你不跟我说。啊，怎么说嘛？真的是，你要听。对，太惨了。你有双锅，我跟你讲，稀饭，你有双锅，我有两个锅。你们不给我上吊？闪现交了，你没有跟我报。左手右手我的锅，我的锅，全是我的锅啊，全是我的锅，真的是，哎呀，尿都不给我上，喊半天，我喊了提前十秒了，我感觉第三波提前十秒说上吊。不要吵，冷静一点好吗？哎，艾丽丝，艾丽丝，我不跟你们玩了，你知道吧？说话，有点刺激。艾丽你在云吗？他在云啊，他不想理你。我在啊，说话。他说我在听你们分锅。艾丽说你们在车组织。三鸟人我感觉不好玩。哎，我们觉得我不要玩三鸟人了。
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你去玩那个，我们就玩正常阵容。正常阵容是吧？对啊，拿个你三鸟人，你看你三鸟人后面的鸟人根本就溜不了，没鸟了就是等死。来，我来前锋。那我拿吸血刺。不玩鸟人，我们玩两个好不好？玩两个好不好？那不是追着我砍吗？还不如不拿。你不要两个，不要两个鸟人，不要我打不要鸟了吗？你两个鸟人，他不是就追着我砍。OK， 我要我刚刚是黑妹，你说我能死吗？死不掉。那我不得溜他一辈子，我天。溜啊！路人，不行，我不背锅，我不溜他。对，路人。随他们。真巧啊，还卡你个红光，你就受不了了。你有没有看到我都懵了。挂死救喽！哎，人呢？可以，私心。
赵远明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走过哪都到哪呀，赵远明？能不能认真打一把，真的求求你们了！那怪我们，我真的是，你开局就受伤。啊，我们输给了风了，我的天！那问你们，认真打一把，再这样打，好吧？我参加游戏，没得玩了。你们要自杀了？对。你们能不能认真一点？真的，不要乱搞，你们不要死到死的地方。认真打，好好打一把，真的，不要瞎玩，求求你们了。好好打一把，那你为什么要选前锋呢？那人家打前锋的你不是不让人家拿，你把人家前锋选了。是的打，是的打，我不乱玩了。你到底叫谁不好好打呢？对不对？嗯。这个人自己选个前锋在那里跟我说好好打。他自己选个前锋，叫人家好好打。嗯。好的，好的，上分，上分，上分。你这个前锋有什么作为？快点。那个什么，闭嘴，开，准备，检讨一下自己，快点检讨一下，是还没开始，赶紧检讨一下自己。上一把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房东大锅，我小锅，好吧。不过我大锅了，你把板子放完了，带到我这里来。怀表救了你，给你鸟，你没直接带走。还是疯了，还是他们。快，我们这把把分吃回来，自杀四逃，否则解散队伍。西派玩那个去，还是他们，还是他们，五遍。还是他们，随他们，随他们，好不好？什么好不好？这没有好不好，没有商量。好好打一把。祭司都不用。
在跑马拉松。慢了一丢丢。
就你们厮，就你们、啊、被厮杀，被厮杀，就嗨，被厮杀。哦，我们应该吃羊肉串是吧？应该去烤几串羊肉串，来几串大鱿鱼。那艾迪打的还轻松吗？四黑对面，跟娱乐局一样啊，跟娱乐局一样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看瞧啊，怎么回事？刚飞过的人出来，然后艾迪替我们在这里。乱七八糟，乱七八糟。然后艾莉在这边，我打了个娱乐一样，这些人在干什么？路人，路人。你不要选机械师，红教堂。哎呦，我的天！翻，哎，没意思。
这么厉害的屠夫，不是、哦、不是这个年纪该承受的压力，好吧？老屠夫，不是这个年纪该承受的压力。我们屠谁啊？没看到，不知道。哦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游戏叫谁是卧底？刚上一把卧底是锤稀饭，好吧？你的鸟也不上吧？你的鸟不上吗？你的意思这把还有他妈的一个卧底在、啊？我操！把把都有卧底。这把对面这个是谁啊？游戏吗？是游戏。火柴、零 K、墨染和鬼灯撞夜，应该是那个。经验宝宝。一周。经验宝宝，艾丽。你的经验宝宝来了，升级了，抓了一个鬼灯藏月，我跟你说，突破口，嗯，这鬼灯藏月就是个突破口，敌人有问题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别玩前锋了，我玩那个吧。黑妹和佣兵，抓一手佣兵，然后传送。祭司在七点。先知应该在鬼屋后面，把他护臂都骗一下。把他杀了，不然他跑了，这边三连。
看看有没有想救的，上图斯。不对劲啊！这不就死了吗？洞是真的，什么鬼？我说了第一台不要点嘛，不点有误台，我们得有面子一点点。是时候展现你国服第一佣兵的实力了。国服第一佣兵把我浑身打死了，这不就这丢下来了，这丢下来不容易。准备接洞，示范。快快，你打洞嘛，快打！接，接啊接啊！接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催。把洞保护好。都保护啊，都是我爸爸，我保护他。过来，啊、过来。还有地窖了。我又被捉了一下。拍地窖，你去拍地窖。我在拍，地窖就在我这里，你不快点撕？什么？鬼屋外面吗？对，鬼屋外面。哦，你们可以去撕了。我走地窖。我走地窖，你先走我的地窖。地窖，我是急死。不可能，你告诉我的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快休息，我们能赢的。你快休息。你快休息。我们都是洞，你知道吗？有洞吗？有。但是我不想跟你走动，你不跟我走动怎么走嘛？快打动！走，跟我走，先跟我走。先打一个嘛，打一个。走。有苍蝇，有苍蝇。你们是不是没人修啊？快修，快修！七件快修好了，七件快修好了，快去修。还有洞吗？队长？没有洞，没有洞，没有洞了，摸好自己溜。我哪溜嘛？真的眼神，跟导弹一样的这东西。他妈的，我也没地方溜啊！你问我。我那偏的一下，我加上去鬼舞，我再到这边来，他并没有上大的，他没有用，他打了我一刀，我也走了。希望自己骗自己，我人看晕了。我怎么办嘛？打不过他。快，我快修完了，还差一台。我这里活木马，马上修完了。哦，可以。七天快修完了，就七天快修完了，快点。我在补啊，我在补啊。哦，快快快快，你们快修快修，我顶不住了。我被打着叫爸爸了，我快修完了，你先亮，我后亮，好不好？我亮个鬼，我最少还有50秒。那我先亮了。嗯，先这样，再救一下，行了，快快再救一下。我们要护腕了，怎么说？你不是国服第一佣兵吗？展现你救人的实力到了。好，我来救他。什么鬼？你救个魔术师都救不下来？能压好吗？能压好吗？压不好，才一半。什么鬼啊！才一般。你说的什么鬼？废话，他妈差一整台机，出去看电机好吧？
我要救你们，我要打洞，我要修阳台。扛刀，扛刀，坐车，坐车，没有车，没有车。扛刀，别停，别停。我停，我憋不住了，快下来，压我一下，压我一下，快快快！哎，不行，能点吗？能点吗？能点，能点，差一个就赢了。你往地下跑，王东。我走了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跑一个就赢了。他什么技能？他抓我，他抓我。TP TP TP TP， 没事，他不可能 TP， 他踢不了。哦，他无人打掉了。这个无人我看不懂。哦，你快跑！操的！你开门，你开门，开这个大门。开大门，我去开大门。我跟他拖。妈的，站台忘开了。没有洞了，没洞那不是死了吗？没有洞，穿上一个洞吧。没有关系，你可以死了，我走了。哦，我靠，赢了赢了，走一个就好了，完成任务，完成任务。我就跑一个。你们反正都是演员，我看过了，除了西饭和我。我还能是演员，我操！你这个洞打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过去卡在树里面出不去。你卡在树里面怪我了，我那个洞他妈的，这笔直的打过去的，你卡在树里面你怪我了，对不对？你进洞的方式不对。闭嘴！那你要我怎么进洞啊？你要屁股对着。要先涂润滑油啊！涂润滑油什么鬼？你有润滑油吗？你卡住了，你肯定就没涂润滑油啊！好吵啊！你们闭嘴！好打好打。你有人花妖吗，杨帅？有人花妖吗，杨帅？秒倒怪，他还好意思说，在那里逼逼怪，还甩锅那个秒倒调香师。我2.6的佣兵卡死，你接下来好吧？还留能留，你一接都留不到，没技能留不到，有技能还留到。他那一波提前甩的舞刀，我没算舞刀时间，他们追我一开始。太丑了，这群人，我头都疼了，好丑啊！这群人，我们开车，路人路人，随便玩。哎，我们就是在开车，但是没有证据。我们是前锋嘛，这样的吧，时间比较好。求求你们了。先知，小木屋两个人。这个人还给我跑马拉松。这不死了吗？乱跑！
来了一句哦，他居然在翻箱子，我的天！你没有看到，你暴露了。我看到了，我是说他竟然在翻箱子，不是他在翻箱子。哦。他这个时候竟然不跑，他在翻箱子。艾丽，我举报，那几个都是演员，我裸屌六只猪斯坦，快夸我，艾丽。快夸我！夸你！我是裸，我一个裸屌星云二六了蜘蛛丝毯，裸屌。他们都是演员，什么九人过半，什么开局秒刀，嗯。没有人夸你。哦，我还玩裸屌，我跟你讲，这一把。一万吧。哎，这把不是路人了。啊，不是路人。啊，对。谁呀？好像是一个队。这个队是一个 team， 这个 team 好像是一个 team， 好像是一个队。
那号是借的，别人的。就等一个前锋开球，然后中途被打断。直接把他锤了比较好，非要玩这个骚操作，跟个神经病一样。
功不救了。老头子，没了没了没了，是啥了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么大！我的天哪，我不想打了，修三台电梯，还有两台真的，你们怎么打？学一学走位好不好？杨Sir，这个魔术是瞄到，直接被戳死。学一学走位。学一学走位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你还注意吗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学一学走位，快来摸一下，快来摸一下，快来摸一下。摸他，怎么那么远？我怎么去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跑断了，马自达，马自达开起来，小艾伦车开起来。连冲四刀，好吧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没有小马达，我现在准备步行过去，双十一公交车。快快快，屠夫的发呆，快快快，给我冲过来！啊，发急他了，看到没有这个车位？看到没？看到没有？还能进来？我差一点点，我没想有，没想有，差一点点，你怎么能差一点点？只有了这一点点。啊！爬地窖。快爬地窖！我不要放趴了，不要趴了，快投降！不要放水，限制，快爬地窖！限制能起来吗？你快投降好不好？这么远，这么起来吗？我起不来，我一下，投降，投降。那地方问题来了，这把锅是谁的？我的锅。杨四，魔术师，你不要玩魔术师了，太难救了。太难打了，修三台电机还剩两台，真的这么大，我一个人修三台，你们能不能修修电机？我在修啊，我修了呀，我修了，我在，我要去救他，他怎么在这个椅子上怎么修啊？用命救不了的。那个杨Sir被老头活活插死了，我摸了一杆枪，一阶才把我插死的，一阶没插死我，帮他打了枪啊，用命去救人，救下来秒救下来，他还是被插死了，那没有办法了，还是老头啊。还是老头，对，你们要用医生，还是老头子。杨嫂去挖你的医生去吧。杨嫂挖医生，自己摸自己，没人管你了。西方玩前锋去。西方玩前锋，我玩勘探员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把杀不了人。你不要玩幸运儿，不要玩罗雕了，换一个黑队。要不要我玩什么？那你还是情报指挥。
三先知都来了。你这个转点有问题啊！废救命 VIP！ 他又弹回来了。我们这边肯定没了呀，兵器差太多了。谁跟你说的？兵器差三根钛，你没治愈了？没治愈了，我帮他治。先修啊！他在插我，我操！你们这是弟弟，是
是吗？那我的错。快挂我了！快来摸一下，警长，我想活着，我还想在这个战场上奋斗。不要奋斗，你要奋斗。我是卧底，我是卧底，是吧？我是卧底了呀。哪把不是你是卧底啊？啊，上把魔术师，这把医生。不行，走。走，反应快一点。我在发呆。反应快点，反应快点！他只要一看，我就动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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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地下室，没事，他地下室动，他怕什么？我们在这里，他能干到我们吗？能，告诉你，这里也能插，插不到，插不到。能，我告诉你能，他只能插上面，快学习。他把你锁起来，你去救，我没有枪，我救个屁，我救，我没有芝麻棋了，我救。那就把我卖了，你们怎么可能救啊？这么远跑过去，他把那个路一封，救个鬼啊！你弄屁股想也救不了啊！我跟你讲，死就死在雕像，没有遗志可以拖时间。他妈死在那边吧，死不过去了，杨森往那边跑了，杨森都没了，还跑呢？我死了，是不是？你准备死吧，我坐地下，你坐地下都输了吗？坐地下都输了好像。他一个娃娃布偶，我要死了！队长来，我给你拿个布偶，给你个布偶。你说你这个球有什么用啊？我的天！让他挂我！不急不急不急！我没有办法。不急，让他挂我，去修，快去修！修怎么修嘛？两台真的，你叫我怎么修？这不是真的两台真的。你不要被他插了，快去修！我在周围，我叫你们周围。啊！他耿直的一匹，他不抽打，我走了，走了。哎，老头，怎么样？开不开心？老头怎么样？老头怎么样？开不开心？啊！他不打我，知道没有用啊！知道没有用啊！你不要装了，哥没这么骚，我的天！你要加油！我都看着他插你。加油个屁！加油！他不打我，他打我！投降吧！我们投降吧！哎，开点球，他打不着。他哎，我操！他哎，我不行，我发气球，打不着。气球在哪里？哎呀，打着了。人家一挂，你跟我讲地下在哪里？不，他挂不上，不要急。他挂不上，我要。地下在雕像。他不，你快投降嘛，养猪了。快投降。下一把。点了，我也没四杀。跑的也是输，何必呢？啊？好了也是输，何必他平局了？是吗？